例如你点什么？这个卷饼。哦，墨西哥的吗？对，墨西哥卷饼。这是美国的早餐。给你拍哦，你很专业，你懂他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每个人都拍照，所以我做录影，还有我的早餐。Strong Americano。我觉得不这样子买中文超好。啊，感谢吴丽锦啊！真的啊！所以我去找他说，帮我怎么说？那你们怎么沟通？对呀，尴尬的。跟我都能沟通的。